不好意思，我跟那个陈老板有约，我姓许。陈老板姓许，看一下。这个是现在是10:00，陈老板他在开会啊。那我没关系，我先带你进去，陈老板。哦，好。您这边请。很高兴这次可以跟你合作。我也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陈老板，我来晚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工人进度还可以吗？非常顺利。坐坐坐，谢谢，请坐。去跟 Tina 泡咖啡。老板，今天 Tina 没有上班呢。那就你去啊，就泡杯咖啡而已，谁泡都买一样。好。陈老板，你这个助理还是不……啊，他不行啊，他只能做这个而已的。是是是，对，没错没错，好好好 ，OK。那陈老板，我现在先赶去工地那边看一下。没错没错，对，我现在直接过去。是，对对对，我现在。啊啊！对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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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帮你收。啊！帮倒忙哎。老板。大哥辛苦了，哦，大哥是这样的，因为我们现在进度呢稍微有点 delay， 所以我是想说，不是啊，因为我们现在进度其实严重 delay， 然后我是想说，我就说好了，你要怎样？那问题要到底？去哪里呀？这样走掉，送饮料送一半哦，顺便帮人家开。